你们兄弟需要代抽的，兄弟们，帮你们抽下夜郎怎么说？不包出啊，主播帮你抽。那个新屋盘员都没说话的呀，还怎么说？说了小丑，老子站在面前，他估计要叫成哥，老子开玩笑的，请我吃个饭呗。都是些网络巨人，老子丝毫不慌，兄弟。说句实话，就算被兄弟们打，老子也乐意，好吧？说句实话，兄弟们打我，那肯定是我做的不好，好吧？老子给你们打，这就是老子的态度。结束了，兄弟，对吧？有没有兄弟要我帮你抽的兄弟？真没有吗？直播间谁有满命的很多满命的那个满命的角色呀？让我们原批声讨一下，兄弟们，打完这把撸啊撸，我们原批声讨一下。心无旁骛是吧？晕吗？哎呀，我操！等下都没闪。像我这样的好主播，我都不知道你们去哪里找了。说句实话，哎，等我哪天要是身体病了，要是不行了，哎，你们以后晚上谁陪你们？这么顶尖的撸啊撸技术主播，怎么办呀，兄弟们？我全角色全图鉴，真的假的？马明小有个发现了，我不喜欢马明小，我喜欢神兵明皇。格局哥又第一了吗？我一直是第一。我给主播放个卡，现在没有送荧光棒，家们给送荧光棒啊！放那个粉的牌会掉的，兄弟们，前段时间一块钱卡牌的，记得那个送荧光棒啊。学技术，我只看顺飞，我这看顺飞应该能看我顺飞哥学他的瞎子吗？那确实有东西啊，兄弟，那你瞎子应该很屌，一秒八进应该是没啥问题。我说他下路去升六级，再越一波他们下路，这版本就多看下路，上路看他自己。
樱花和钟无力一起复刻吗？下个版本有灵华吗？这么恶心吗，兄弟？那我要长原石了呀！这么给力啊！满命的神力灵华屌不屌？楼上下路没人管他，德月，德月，先 W 不用弹了，可以啊，轰 ，W。无敌吗，兄弟？比夜狼还屌啊！老子早知道把钱都攒着抽，把攒着都抽灵华去了，兄弟，不会玩，我操，新手。那我抽的这些英雄都没用了呀！哇，好有恶心！我位移了一下，打我很痛啊！他啊 ，Holy shit！ 我这先锋比不上夜狼的一根毛吗？那这种那太垃圾了，兄弟！那网上的全是欧友啊，兄弟们啊！那谁第二呢？夜狼是第一，那谁是第二呢？那个这波闪现是因为那个熬夜波比的被动啊，就那个无位移就会他那个 A 一下会痛的，出咳血，可以的，都打了。我不抽了呀，我肯定攒原石呀。搞个 buff 抽出来玩就好了呀，谁他妈的抽满命呀，疯了！这游戏又不能他妈虐你们，然后抽满命干嘛呀？要能虐弹幕，老子抽个满命虐死你们！喜欢叫，是这个理不？专打兄弟，那又不能干兄弟们呀，是这个道理不？还没闪。啊，算了，不杀了，算了，我就下楼了。我可没时间胡闹。爹爹爹爹。那部队来喽！装你啊，你装！又装妈的！拉条龙。让我推吧，给队友让点经济。这波我丢先锋，让克烈让点经济。克烈这波让我吃爽。
哒哒哒哒哒哒哒，主播的蓝枪，懂的都懂，只跟你们说三四个字，懂的都懂，顶级蓝枪。这就上头直接送了。其实也没有说 K 头 K 完了，刚好一下 A 吧。得 K 啊！啊嘛，别乱说。试试我吧。我这边家也去。啊，你别去了。我来干什么？我家吃他们家也别打了，兄弟。等我发育一下吧，兄弟。都是劣势的狗。都是那，哎，打不打他打，他没打的应该。应该。哎。有。哎。不烫了吧？啊，发了，别打，别打，我不烫。这种吹烫的样子，很肥，是吧？塔比的塔，很舒服。大家一起肥。恶劣的马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这是火神的 ID， 恶劣的马什么意思啊？兄弟，我是真不懂。恶劣的马什么意思呀、啊？火速打周本，来几个有 YY 的，来几个三个兄弟来 YY， 来 YY 教我吧。待会儿原皮时间，兄弟们，可以吧？兄弟们应该不过分吧？兄弟们，播一天撸啊撸，我玩下其他游戏直播玩，应该不过分吧？兄弟们，敬业主播吧，兄弟们，对吧？然后玩完我吃个早餐，下播了，睡觉了，可以吧？应该不过分吧，兄弟们，半夜三更的玩其他游戏，应该没人会说主播吧？这国服第一好卑微啊！玩游戏啊，等兄弟们不想看撸啊撸的去玩。燃烧你的梦哦 ，OK OK， 这么恶心吗？火神叫这种 ID 啊？火神能叫这种 ID 啊？我是没有想到呀、啊。那我的麻烦不断。你在装你吗？来动我，来动我！这球干、啊，兄弟！都不用惩戒，就一个惩戒。天天迟到早退，我是晚上播的呀，我哪里早退的呀？我每天平均播十个小时以上，你说我迟到早退，你他妈的，老子给你两巴掌，老子每天播十个小时还早退啊？老子是人呐、啊，兄弟啊！每天播十个小时以上，场均播十个小时，我每个月都播280个小时以上，你说我迟到早退，兄弟，我日历来了。你说这个话你自己心痛不？没打火，妈的，打火！看我这波就是被你影响。你说兄弟迟到早退，兄弟直接送。你看没看见？你说这个话违心不？我迟到早退，你说我迟到是可以理解的。老子哪一天早退？哪一天都勤勤恳恳的直播，一个月最多休。一个月最多休四天，公务员都没我这么努力吧？你说老子迟到早退，哇兄弟，我日历来了兄弟，哇上兄弟伤心的兄弟，心好痛啊，我心好痛兄弟，心好痛，
我心痛痛，兄弟们，心痛痛，兄弟们，心好痛。我心好痛啊！哦，兄弟们，不行了，兄弟们，不行了，喝口水，冷静一下，兄弟们。怎么砍塔的呀？肯定斜逼啊！等一下，大概有勾吧，用。啊，他咋这么着急呢？对面啊！别打，那必要。枪一个，那我们去拿先锋吧，还是拿一个先锋？这不随便打了。你他妈的压杀玩家不很正常吗？作为这个，作为小团体的，对吧？顶尖选手，还得去压杀的，不去压杀这个局组不出，局组不起来的呀，那团长。人活一口气呀，兄弟们！我再不去压杀，那能完蛋的，兄弟！解散了，兄弟！我怕你不知道，跟你说一下，这个麦特你办张卡吧，兄弟，你办张卡。这么喜欢主播，你办张卡吧，兄弟，办张卡不过分吧？你要送点荧光棒，兄弟，带着我的粉丝牌，你说多好，兄弟，办张卡，兄弟。我要买个黑切，买个灯叶，现在很肉又能打，要出个五金。有道理。打得死我吗？兄弟，哎，是吧？你打得死我吗？兄弟，换大的兄弟，拿一抹刀，没有干。我现在肯定破不了防，兄弟们，我现在心态好很多了，兄弟们。其实你们在羞辱主播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其实是想让我打得更好一点，知道吧？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的话，你就不来看我，是这个道理吧？嗯、对吧？有没有可能你是在乎我的，兄弟？哎，我咳血没按出来，妈的，这一把没好。我死了，兄弟们，得个屁呀、啊，是得个单秒。一个一大补丁。一层传统天地上花哦，这边你们要点没有，我只是喜欢你，喜欢喷你，那你答应我哦，你要天天来喷我哦。
我干不死这个装你妈的装看我干不干哦这傻逼不干麻烦不断用推吧兄弟我还先锋我操忘记了哟我日你奶奶这什么怪物啊兄弟啊哇真假的英雄我操他给我秒了兄弟我本来游泳的呀我要靠你游泳的呀过来直接跳两千滴血直接秒这不讲道理不讲武给我死吧兄弟你妹小子太脆了呀兄弟们拿这个龙魂应该不脆了吧格局哪里人格局湖北人湖北鄂州的湖北鄂州的把一个吃的人打个红 buff 他装备都穿甲我知道还好吧我出个五金一千给他干脆这个蓝色剑什么意思没听懂沙拉兹好垃圾没优势的沙拉兹好垃圾或者没有好大招的沙拉兹也好垃圾可以吧格局导师哪里的湖北的是吧好吧他这个阿姨的吧往下他往上面啊他往下面走了一下回头阿弯你过了秒我求秒哥都我求秒哥求秒啊哎我操那这个踢小兵也太骚了兄弟